哈喽兄弟们出来钓鱼喽。今天我们来钓大草鱼。今天是阴天，钓鱼的好天气，迫不及待开钓。这里正好限杆7米2，我们就用这个遛鱼的541。再来选个浮漂，今天用这个 ，nice。时间3.5克，再来给鱼做个大杂烩，这可是我的秘制配方。新鲜的甜玉米用来打频率，开始玉米不停地打频率，把鱼诱过来，再找找鱼层，有个小结口。第一条小草鱼太小了，直接放生了。每上一条鱼就要补窝，防止鱼惊窝子。哦，脱了。这么大的鱼鳞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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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小毛助理专对子线抄，上次就抄跑一条大的。来，哦，我去！不要炸我的窝！完了完了！突然就下大雨了，一眨眼天黑了，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鱼货吧，小小的暴户。